学刺青社联合举办茶会，刺青干部一起表演手语，合作默契好。第一次联合举办茶会，扩大交流，学习奉献，让大家认识校外的伙伴，然后可以接触更多人，然后就是大家可以一起交流，分享彼此的一些心得，分享各校刺青社团的活动影片。各校的拥有的资源都不一样，然后如果合起来办的话，就是可以整合所有的资源。全天下的人爱着你周边的人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呢，你天天都非常的快乐，你天天都非常的幸福。总是充满希望的刺青同学，是社会一股向上向善的力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刘习昌、陈觉飞台中报道。